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。豹子跟巨蜥都是战斗力很强的动物，让人看一眼就会瑟瑟发抖。可是这天豹子跟巨蜥战斗，巨蜥对着豹子嘶吼，豹子上来就给了巨蜥一巴掌。这天有一只豹子跟巨蜥对上眼了，两人在确认过眼神之后，立刻就坚定了要跟对方打一架的想法。于是巨蜥就向豹子发起了进攻，它不断地靠近豹子的同时，嘴里发出一声声的嘶吼声，企图让豹子听到自己的威胁之后，能够乖乖地认怂。可是豹子的脾气也不能够小瞧啊，在巨蜥向他发起了威胁之后，豹子竟然上来，直接给了巨蜥一个耳光，当场就把巨蜥给打懵了。果然，这场战争最终也以豹子取得了胜利为结局。豹子真的是不愧是传说中的大猫，每一只猫科动物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是迅速而又敏捷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